我惊到了，不仅是小冉惊到了，好像把我们的诗琪姐姐也惊到了。对，这速度实在太快，而且做事太有效率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刚开场才几分钟，我觉得好像还不到一分钟，刷刷刷刷刷刷，瞬间没有。我发现没写了。对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很有计划，就很有那个策划嘛，说有规定谁干什么，谁干什么，对，是这样是吗？因为我刚刚一直关注到刚刚那个药师，那个药师好像从一开场就是一个满蓄力的警官，然后后面好像是也没有冲进去进入那个团战。因为我刚才我发现了他们这个一个阵型是这样的，对，是由剑侠跟魔道去前面压制两个人，只要把他们两三个人压制住，然后后面用一个近光或者是不管蓄不蓄力，但是一个就是一个技能，那个远程技能都可以把他们打得非常难受，就这样。对，但那么一瞬间刚才没去学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只看到药师他在一直用那个用远程来打，但是里面的情况是我们是也是没有看到，可能是他们那个真的是个人，有些个人实力真的是太强了。对，而且真的是太快了。你要知道 有小峰峰在嘛，是吧？那个也是冠军啊，冠军也是压得非常好。对，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小峰峰是上次的那个冠军，对，上次的冠军。哎，看他这个水平，真的是肯定是冠军了。对，因为他那个水平就能一，好像是一压二的情况，是吧？一个剑侠他已经是，就算你那个打剑侠的时候已经是感觉很难压了，嗯，然后后面是再加上一个小峰峰嘛，就更别说了，他是对吧？上次的冠军级人物，然后他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好，一打二意识也是相当的超群。对，我真的是觉得有那个高手，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很好的战术。对，因为还不是很好战术，是很好的输出。对，对，因为他那个药师他本来就是远程系列的高爆发，是吧？你不管是在近身啊还是远程啊，尤其是远程，他能搞那个打出非常强大的那个爆发。就比如说刚才那个近光是吧，一个蓄力，我看他在那边蓄力了半天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发来，但是一次也没打。那个要中到的话，我感觉那个血条好痛啊，很疼很疼很疼。对，因为刚才那个真的是打的实在是太精彩，那个压的真的是非常好，大家可以供大家学习学习一下。因为他们可是具体那个我们的小峰峰怎么打的，哎，真的是也是镜头好不给力啊，一直没有切过去。对，我刚才也很想看一下小峰峰到底是怎么打的。哎，等等小冉，如果等那个夜舞西风小峰峰在打的时候，你就把头伸进去再看一下。头伸进去，我的头伸进去，呢你就把头伸进去再看一下咯。头伸进去我到时候能不能出得来呢？等到时候大家在看这个那个主持人画面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小冉同学就是头卡在电脑里的状况。好吧我的头呢是感觉会比较大，但是塞不进去的。哎，你不要说你头比较大了，好，不讨论头大不大这个问题了。小可也因为这个问题一直都很头疼，头疼到自己的头都大了。不会吧？那我感觉你现在状态都非常好，你看。好吧。那个闲话也是不多说，是吧？那来看一下，这是这个，是第二场的比赛。那个我们的四强。对，那是四强。来看那个选手的资料，先来看看选手资料，这是重点。对。好。这个是这么个情况，那对我名字好给力啊，有求必应。可是那个球本来就是硬的嘛，那个球不硬怎么会有弹性呢？是这样的，球也有软的呀。球它有软有硬，它有是有带那个有硬的。哎呀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球有硬的？对嘛，是吧？干嘛讨论那样的，是吧？这明明就是一个成语嘛，是吧？但不是那个它那个真实的是这样，有是硬，那个有是有的，球是那个大家都把王字旁那个去掉，必没错，硬应答的硬。对，但是它只是把它切换一下这个。就切换一下，这意思观念真的是天差地别。那我们有球，你们硬吗？那个不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，感觉让玩家们就感觉，哇，感觉好奇怪，你知道是吧？那先不说这个，来介绍一下这个
队伍成员。对，好，我们的麻仓叶。对，这个麻仓叶，人听起来像个那个，对，日本那样。不是啦，应该不是哦。麻仓嘛，你觉得中国是有啊？中国就是那个慕容啊，什么什么。慕容。哦，对。吓到你又穿越了？不对，我说他那个是复姓的名字。嗯，啊，他叫麻仓叶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韩国的选手江南 style。江南 style， 欧巴康纳赛。嗯，欧巴，我不要这样。接下来这个是上次咱们的比赛选手，也是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，是这 C 啊、李知奇。对，这个是。那个是比赛选手，他那个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好，我想那个也是肯定是非常强的。那个咱们尤其是咱们这江南 star 哇，韩国选手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不要太当真。因为他那个这 ID 本来就很给力嘛，是吧？对对，那个所在大区是烽火连天，参赛口号天地不仁万物。这个是怎么个情况？这个，然后我后面实在念不下去了。嗯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对，大家自己看吧。这个，这个是吧？那个懂得就好。这个大家后面是、嗯、那个可以慢慢的讨论。对对，这问题不要议论太久。然后这尤其是这个队友的名字，我感觉真的是，特别给力。是深有体会跟内涵，啊，内涵，不，他那个字要是那个原本的意思要是没变的话的话，那个咱们应该都懂、哦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还在纠结他们的队伍名字。嗯，对，队伍名字真的是太给力了，是吧？那个、嗯、啊，我们因为我们的之前啊是什么什么，叉叉一甩啊，这个纵横四海啊，是吧？然后这边是。又新出来是吧？有求必应，但是虽然说读音是一样，但是字体不一样，看起来就意思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那个是吧？博大精深是吧？你要懂的。可是小软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开始越来越不懂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吧，我刚才说的，好像是不是太难懂了？我没内涵吗？啊、你有内涵。好吧，我有内涵。嗯，我现在是有内涵的人了。对，你刚开始就有内涵。嗯，哎，好，那我刚才也是说那个导播那个能不能把镜头呢切换回来呢？哎，好吧，那个我刚才也是是吧？那个我懵了，应该还有对手，刚才一瞬间是没反应过来。好，来看一下他对手的资料。对。好，哦，刚才这个耶。这是叶那个叶舞西风，这个刚才不是好对，这是晋级了是吧？对，就我们的四强赛。对，在这边也给大家说一下吧，因为中部大区和南部大区我们的比赛是合起来做一期节目的，对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比赛的场次都播给大家看。对，也是希望大家能谅解一下。对，我们这是吧？现看现解说，有那大那个大鹏们也是啊，那个大鹏们也是体谅一下啊。然后这边是、嗯、是吧？那个小峰峰又不用说了，他这个是上次的冠军人物，现在已经是重点是团队赛四强了。那难道他真的要打进决赛，拿到再拿一次冠军吗？很有这个可能性。你没看人家的那个参赛口号吗？这一刻我土豪附体，妹子缠身。你说还不能拿到决赛的第一名吗？哎，我只是猜一下，我只是猜一下，我只是猜一下。你看你，小峰峰哇，那个小盖盖，他那个之前也是表现的非常好，因为他个人实力真的是太超前了，但是是吧？嗯，由于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他这个意识啊什么也是特别好，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样啊，打得这么顺。我感觉他一路上都是很顺的，我就想那个什么战术啊，还是他就一个人之间是他是肯定是当先锋的。嗯，
哎，小冉，你不要一看到小峰峰这么激动好不好，你还无视了人家九曜绝恋还有九曜无道呢。对，那个九曜绝恋九曜无道都在，然后那边、嗯、对是吧，那个那个什么土豪附体啊，什么哦，我刚刚妹子缠身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是吧？那个，这个是咱们啊，我们，我是肯定是达不到这种境界了，是吧？啊，在此也祝愿所有的那个斩魂玩家都能土豪附体，妹子缠身。那小可你呢？我土豪附体，汉子缠身吗？不要这样，其实我很想妹子缠身的，可是你一直叫我说刚刚要我说汉子，所以我就说了汉子缠身。好吧，那个都是你逼我的。不要，我没逼你，但那个他们都没看到，那个观众们都没看到。好的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好，其实我还是想要汉子，不妹子缠身的。嗯，我说错了。那个我感觉你那个口头禅那个什么。那个汉子缠身啊，他好像已经都说惯了，我觉得没有，我哪有，我一直的口头禅都是哇有美女哎，哇、哦、那你这么说啊、是那个你一直都是汉子，你这么意思是这么说？不是，好吧，那个不是好，不是就不是啊，那个先不要扯太多，那咱们的那个导播哥哥一直看到我们那个那眼神已经盯着我们了，我看他是已经快等得不耐烦，好吧，那咱们。嗯，我现在也是想一想看看比赛，尤其是呢小朋友们表现好，尤其咱们那个导播那个也是迫不及待在那边等，来切换一下游戏的画面。嗯，好的，现在比赛是正式开始，也是开始的好快呀。对，好，这边又是在那边一个是远程输出，但是还是对，还是刚才那个阵型，他那个阵型摆得非常好，但是他就是靠了一个是，你看，果然你看他是光靠了那个钥匙来用远程输出，你看，对，然后他其他然后旁边就没血了，做什么？但是小峰峰在那边是他打是中锋防守阵，然后那个是剑翔打的先锋，然后那个是，那个钥匙在那边切后排。果然这个我们的那个夜舞西风啊，真的是那个战术啊，每个人很清楚自己需要干什么。对，现在开始乱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他们已经还剩下一个人，但有求必应，这边是很危险。哎，但现在刚刚时代韩国选手他还剩下一个能会给力的帮忙吧，好，一个大招，但江南时代你危险的，再不表演再不跑出去，哎。果然是这样，好快！但刚开场都是钥匙转的，已经开始有人在盯着钥匙打了。对，不是有人盯着钥匙打，因为他们是，因为他们战术已经是被猜透了。嗯、他那个钥匙肯定是切后排，由小峰峰来从中间挡着，在剑侠在切前那个前排的，因为他那边好像也有那个。也有高输出，他只是把他给控住，嗯，然后再用那个药师来后面用那个远程的近光来输出，嗯，这样就能打得非常的完美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药师，对，看一下他那个阵型，果然是跑到一边去，你看还是用远程来输出，但是他还是用格挡，但是那个咱们药师洗脸是不差的，是被地魔兽直接咬到了，对，然后这边也是哇，那狂刀还有这女人踢了。这边也是对吧？被女月来输出了，重点是被女月输出了。哎，他的确是要赶快先找一个位置。对，钥匙现在是血量非常的危险。对，继续找一个位置，还是再继续做那个远程输出。对，然后这边也是用近光打了一下，然后那个为队友做一下贡献。可是小峰峰这个队，哎，他现在开始危险了，因为他那个刚才是被打到了，因为中间被打断了非常好。这个全部被打乱，然后那边是好，现在那边胜负可能会稍微比较明显的，他能不能还能翻跑我就不知道。好了，一个大弹药。好，那边是刚才不会是要翻盘的节奏吧？这个不知道，来看一下这情况，那有钥匙在就有什么样的翻盘节奏可能。好，现在是一个远程非常好的输出环境，蓄力，好的蓄力。好，但是这时候快剩下一个是怎么回事？好。
新男的面试打成高爆发了，好的，新男的身价2.1亿，漂亮，对，漂亮，也是恭喜咱们这个什么业务。